嗱，呢度咧以前咧踢波嗰度，知唔知啊？咁我哋练功夫嗰时咧就喺嗰边咧嗰度啦。嗱，今日咧师傅带你嚟跑马地咧，呢个地方咧以前我年轻时候咧成日嚟练功夫噶。哇，师傅你真系好勤力喎！咁我哋练功夫咧，第一咧，当然有一个体能啊，第二咧，我有一个恒心，要一个自我挑战自己嘅心咧，先能够进步噶嘛。 咁其實武術係點樣發展出嚟嘅？其實武術發展咧係同我哋人類嘅息息相關嘅，即係由盤古初開有人類就要咧點樣保護自己？點解當時你又有獅子又有老虎有猛獸，人類點樣保護自己咧？就靠我哋人類嘅智慧，譬如我哋人類我哋有手，我哋可以掟石頭啊，捉啲樹枝啊，捉枝啊，去打呢動物啊，去保衞自己啊。到咗慢慢社會發達啦，咁人咧。 就互相嘅爭奪資源咧，咁啊產生唔同嘅國家啊，國家咧都會戰爭，為乜嘢咧？保護自舉，爭取資源咧嚟生活嘅，咁慢慢演變成兵法啊、兵陣啊，咁啊到咗現代社會咧，咁啊我哋嘅冷兵器啊已經係沒落嘅，而家全部係熱火器啊、槍啊、炮咁樣，咁武術咧就慢慢變成一種俾我哋咧鍛鍊身體同埋修心養性嘅一種運動啦。 咁即係話，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武術啦。咁西方同埋東方武術有咩唔同呢？嗱，其實咧，你問得好啊。其實功夫咧唔係淨止我哋中國嘅，喺我哋例如我哋四大文明古國啦，亞洲有兩個就印度啦，同我哋中國咧。印度本身都有佢哋嘅武術嘅。咁只不過我哋中國人，我哋了解我哋嘅文化，熟習我哋嘅文化咧，我哋認識嘅武術咧，係喺我哋中國。 里边孕育出嚟嘅中国武术，咁我哋嘅武术咧，同西方有咩唔同呢？西方咧就比较咧系冇一个文化嘅底蕴，因为我哋中国有5000年历史文化啊嘛，我哋嘅文化底蕴系高深好多。咁我哋个人嘅武术咧，一般咧都系好直接击倒对方。咁而我哋中国武术咧，就唔系希望系击倒对方嘅。 我哋中国武术咧叫做指戈为武。咩叫指戈为武呢？就系希望用我嘅武力去制止咧发生唔同嘅武力，即系话嗱，我咁好打，你都唔够我打啦，何必要打呢？咁你终止咗一场咧不必要嘅战争啊，或者两个人之间打斗，咁但系唔系表示打人嘅。咁变咗我哋严格嚟讲，我哋中国功夫同外国功夫有一个比较笼统啲嘅解释，点就话外国人咧全部系靠力量。 而中國人咧就係靠一個技巧，一個技巧點樣借力打力啊，點樣利用一啲小技巧咧去逃避對方，而咧去針對對方咧係作出呢啲適當嘅打擊。咁咧就唔會話你一錘我一錘，就唔係一隻嘅，係點樣利用武術嘅技術咧？我哋可以分為咧佢哋係一個搏擊。我哋中國功夫所推行咧係一個技擊，用技術。 去击倒对方，我哋叫技击。咁呢个咧就系东方武术同西方武术嘅一个比较容易理解嘅一个分别啦。听完师傅咁讲，咁中国功夫系咪有独特嘅文化同埋内涵噶？呢个当然系啦。我都刚才讲嘅，我哋中国有5000年嘅历史，我哋嘅中国文化咧系有啲弱制嘅。譬如点解咧？你功夫咁叻，原来你一个冇道德嘅人咧。 系一个社会嘅坏事嚟嘅，我哋要求我哋学功夫嘅人咧，取学功夫之外咧，仲要学咧德行。譬如我哋嘅礼义廉耻啊、仁义道德啊，对长辈要尊敬啊。所以我哋成日讲嘅尊师重道啦。啊，点样乐于助人啦、啊？以前啲侠客就拔刀相助啦，而家唔需要拔刀相助啊。我哋点样学功夫去做一个帮助社会、帮助人、关心人？咁呢个咧系啊，如果你功夫好，你嘅道德好咧，先系真真正正功夫。如果你功夫好而你道德唔好咧。 其实呢个咧系谈唔上一个咧真真正正系练功夫人嘅一个道德品格要求嘅。OK，嗱，其实我哋中国功夫咧，除咗我哋有一个德行之外咧，我哋每一个练功夫人咧都有一个使命感嘅。咩叫使命感呢？我哋要薪火相传，将我哋嘅中华武术咧系慢慢一代一代咁流传落去。我哋唔单止要流传，我哋仲需要咧系发扬，将我哋嘅旧思想点样配合时代嘅需要咧，改为一种咧更加崭新。 更加系有内涵嘅中国功夫咧，呢个先至系我哋系一个练武人嘅应该嘅责任嚟嘅。
左右弓步架打。转身右左劈山掌，左弓步架打，收拳，右弓步架打，左右弓步架打，左脚向前踏出成左弓步，左手曲臂向上架起至拳心向外，同时右手打出日字拳，与肩同高，左手收拳至腰间，右脚向前踏出成右弓步，右手曲臂向上架起至拳心向外，同时左手打出日字拳，与肩同高，转身劈掌，转马劈掌，弓步挑掌，收手臂，劈掌，转马劈掌，弓步挑掌，到前方。转身右左劈山掌，身体向后转180度，同时换成左弓步，右手拳变掌，微微垂下，左拳变掌劈出。左脚脚掌向外展至脚掌向左，上身亦转至向左，重心坐落左腿，右脚靠左脚收半步，头望前方，右掌从后方由上而下劈至左腰间，左掌置于右肩前方，右脚向前踏出成右弓步，右掌往上挑至前方，高于肩膊，左掌同时往下劈至左下后方，右掌回收于胸前，掌尖向前，右掌再往前方劈出，高于肩膊，右脚脚掌向外展至脚掌向右，上身逆转向右，重心坐落右腿，左脚靠右脚收半步，左掌从后方由上而下劈至右腰间，右掌置于左肩前方，左脚向前踏出成左弓步，左掌往上挑至前方，高于肩膊，右掌同时往下劈至右下后方。架打首先一定要在我们头顶上面，高过我们的人的头，出拳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的正前方。首先我们开始，首先上步，是的，提起架打，系啦，高个头啦，出拳。咁完成咗之后咧，下一个招式我系首先将手咧收腰先，好啦，再上步，做翻一个合适嘅弓马，系啦，提起再出拳，眼睛亦都要向前方望嘅。接住落嚟咧，我哋教一个架打。
架打就係個手咧，係一個保護動作，一定要高過，因為我保護頭部嘛，你唔能夠低過頭部噶嘛，要高過頭部。咁同埋我出拳嗰時咧，都係向正前方就可以，就唔需要咁樣將個身咧嚟整到咁拘緊，自然向正前方。同埋我哋個手持上時咧，係有一個咧少少個弧形咁上，就唔係咁樣上，係一個弧形嘅反臂咁上。咁我出拳嗰時咧，都係配合我蹬腿嗰時咧出拳。令到成個力量咧係集中放出去，咁我睇翻出嚟，我哋咧兩個，我哋左邊右邊啦。首先我做翻前腳啦，好一個架打啦，收拳上腕時咧，手臂咧略帶多少回應，再出拳，咁咧就完成咧兩個咧左右架打嘅姿勢噶啦。咁大家準備做翻一個盤腿扭馬頂踭先，係啦，好好上步，左邊架打。是收拳，再另一边架打出拳。做呢动作咧，要留意就话个手臂都系打劈挂，一定要大要圆，将手臂拉直佢。咁同时咧，我转身时嘅动作咧，要先保持好平稳先，转完身啦，先慢慢做动作。如果唔系咧，就会有啲甩漏啊、摇晃嘅动作出现。好啊，首先转身先，好啦，先做一个单劈掌，好啦，转马劈掌。是啦，好，开步向前挑掌，同一时间都是先屈手臂，再做个单劈掌，转马劈掌，好啦，开弓步，是啦，咁啊完成咗呢个咧动作啦。嗱，我完成咗左右架打之后咧，我哋呢个劈山掌都是左边右边咧系动作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左右手不同啫。咁咧劈山掌都是我留意，我转劈嗰时我有一个咧。少少嘅盤腿，盤腿咧都係首先將個腳咧放低打橫，跟住咧少少順嘅姿勢就好自然嘅，因為我呢度咧有個手咧係將我嘅身體自然帶動。咁記住每個手臂落嚟咧都係垂直，唔需要咁攬埋身啊，或者遮住面啊，做一個咁嘅動作啊，略為直臂少少。咁啊，大家去睇住啦。首先咧，我哋完成咗呢個架打之後咧，轉身咧先係弓步，好啦，劈掌轉。跟住向前咧，係一個咧跳掌，屈手臂，再劈，後手做個重創娛樂。好啦，完成呢動作之後咧，開一個弓步，蹬腿，慢慢將手咧向前挑起，一個跳掌嘅動作。記住轉向嗰時咧，個身體咧同個手互相配合，個腳一轉嘅時咧，身體咧從住手嘅姿勢咧一齊去轉動。咁我手翻做翻架打先。是转身单劈掌，好盘腿劈掌，是上马跳掌，是啦，再来屈手臂先，再向前劈掌，再盘腿，是这个手掌咧，咁系伸直，咁样先啱，是啦，咁样是直臂嘅，呢手咧有少少保护自己嘅面孔咁样，好啦，呢个咧唔需要咁充钱。唔需要充钱，好，再行前一步，系将个手咧就向上，咁啊，今日咧又同大家讲下练功夫嘅小常识啦。有啲朋友问：，李师傅，我练功夫，我需要用一个咩嘅呼吸嘅方法咧？系咪需要一个腹式呼吸啊，或者丹田呼吸咧？咁啊，我建议大家初学练功夫嘅朋友咧，唔好咁着意一个呼吸方法，只要用一个自然呼吸。当你练完拳之后，你覺得自己是順暢的，那其實已經足夠了，不要太過在這個呼吸方面是落太多的功夫。在踢球的時候，知不知道，我是練功夫的時候就是在我那邊那裡。